在眼光间冰凉，当思念变成了光，花一凋谢会否再绽放，时间没带走这惆怅，走过人间无常，至少在心上保持这一些希望。明天的我们会怎样？是否能回到你身旁？不确定命运多少起伏跌宕，结局将如何收场？明天的你是什么样？是否美好一如往常？该来的未来永远无法预想，哪儿哪儿才是我们再次相爱的地方？结局将如何收场？